係新添，係等埋呢匹馬啫。全部馬不準備，妥當三場五班千二米嘅短途賽事，八號賣大熱門33蚊。一開閘嘅時候有情風，第一隻彈咗出嚟啊！中間位置仲有勁伶俐啦，橙眼罩當旺財，出邊新添最出仲有飛霞，內欄黃眼罩咧咁啊，綠色衫就智能啊，出邊橙帽白衫合一啊，再中檔位置吉利馬王啊，後多少先見到落家將去尾四啦，尾三大天龍啦，尾二七彩暫時包尾咧就係嗰只喜盈盈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咧就係800米嘅段處，前面帶頭係飛霞，跟住第二位咧外邊位置有合一啦，第三位內欄就當旺財，第四位新添啦，出邊紅衫。吉利馬王內欄第六位有情風啊，咁再後多浸啦，咁外邊咧就勁伶俐啦，內欄黃眼罩六三智能啦，出邊大天龍，後邊咧內欄尾三係七彩啊，尾二落家將包咗落尾，仲係嗰只喜盈盈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埋400米段處入直路啦，飛霞仲係佔先入嚟噶，跟住第二位合一當旺財，第三吉利馬王第四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情風吹啦，出邊上啲仲有大天龍，大外檔係落家將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透出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係有情風。出面位置追有大天龙，最出是骆家将，最后50米大天龙追紧咧，好大只埋边嗰只有情风，出面骆家将过中间第一名咧，就是呢只大天龙咧，似乎机会大啲，咁啊压住嗰只咧比佢大只好多啊，嗰只八号嘅有情风出面追上嚟，仲有只骆家将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大天龙。今場賽事現翻個真身，交翻出咧應該有嘅表現啦。有情風跑第二，落家將第三，當旺財跑第四。李寶利都冇乜幾好喎，起咗個媽啊！大天龍翻嚟啊！莫雷拉嘅都跑得好好噶啦，有情風跑翻第二啦。偉達嘅落家將跑第三，第四咧就係潘頓呢日當旺財啦。冇錯啦，533倍啊！臨尾有哇，臨尾呢只五號吞到19倍啊！個獨贏，不過大熱門都跑得好好啊！有情風啊，係起步爽，攞個位靚，翻嚟睇下預計派彩跑第一名五號嘅大天龍啊，獨贏係191.5啊！臨尾回得好緊要，位置47蚊。第二名咧就係八號嘅有情風，位置15.5。第三啊，我哋見到11號馬嘅樂家將啦，位置31蚊。連人位5搭8啊，派331.5啊！咁啊，三重彩5號、8號、11號派6694蚊嘅。單天511咧就派呢個959蚊，位置 Q 5搭8派119.5啊，5搭11咧就派266蚊，8搭11就派72蚊嘅。足之都打開勝利之門啊！呢、這個大天龍啊，不過又真係出乎意料地19倍喎、啊，隔夜都有啲飛嘅呢只馬。早段都係慢噶，咁但係去到最後咧，一路蝕住位翻嚟咧，都能夠追得過啲對手啊！今晚就加咗眼罩落去啊，就跑翻出輸俾紅進之星嗰場水準啦。組合獨贏3-1 A 三啊，其他冷門派25.5。今晚馬房個陣啊，咁似樣咁啊，已經一 win 一 Q 啦。仲有啊，後邊。嗯。四連環4581派1207蚊。好開心啊，李寶利啊！起個馬寶啊，四重獎511四順序41673蚊。头三名嘅马咁啊，抛开咗后边嗰啲马嘅，一响直路咧，有好多马都唔知点解会攞咗埋去埋边。嗯，系啦，好巡逻影片睇睇佢哋啦。起步最论尽咧就系嗰只吉利马王啦，同佢弹泥闸都差唔多。咁缩咗尾咧就系嗰只喜盈盈啦，临尾都阻得好交关啦。虽然佢落飞都好劲，前面四只马走啦，入边就有情风，中间红眼罩当旺财，出边就飞霞夹住嗰只就新添啦。落嚟位置就智能，中间就劲伶俐，出边就见翻吉利马王啦。后边就大天龙拍住落家将，包尾一对七彩同埋喜盈盈。呢度又攏埋一嚿嘅嚇，同埋睇翻個步速46.42咧，又唔算真係話慢啦，即係起碼比起頭場四班嗰組又叫做快啲啦嚇。咁啊，大天龍呢度一路上噶啦，
原本以為有隻吉利馬王啊，幫佢擋擋啊，咪結果呢度走埋喎，走埋咪冇理啦，我自己上啦。佢係沿路都三疊嘅嚇，咁啊偉達就已經跟住佢出噶啦。咁你留意下依家包尾嗰只喜盈盈啦，點解唔攞出去咧？跟住死攣喺個馬林後邊咯，仲喺度等。冇緊位啊，邊度有位啊？邊度跑過啫嘛？前邊有八隻馬，但只馬上緊嚟嘅喎。嗯，咪大家可以變一對啦，爆得好犀利嘅啦。咪吉利馬王嚴重受咗之後都冇乜點樣特別騰落去啊。都繼續有啲都係嘥氣啦嚇，跟住有啲二三搭嘅馬都唔差話。係，復榜完畢嘅啦。同埋呢個位置 Q 五搭八啊，排119.5啦，五搭十一係266元啊，八搭十一咧就排72元。而左一對贏三揀一，我哋見到咧就係 A 三啊，其他冷門啊排25.5。四連環四五八十一排1207元。四重組順序5號、8號、11號、4號排41673元。咁啊，睇埋呢個孖寶啦，5搭5嘅正獎過千喎嚇，1008.5啊，咁啊而5搭8嘅安慰獎咧46.5啊。分段時間23:57，22:85啊，每段24:01就比較慢啲啦，所以後面咪落坡道上嚟，總時計1分10:43，同標準時間相約嘅啫。